那接下来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是，大家知道 One OK Rock 吗？对，那我们第一首带来是 One OK Rock 的《内密情书》，谢谢。接下来呢，来介绍一下我们团员。那首先要介绍的是，联合大学电机系一年级的博翰，同时呢，他也是我们团的团长。大家给点掌声好吗？哇，谢哦谢哦。接下来呢，要介绍的是。来自一样联大新生一年级的光电系的四哲，哦，有点弱哦，好不好？喜欢四哲，要不要帮他加油一下啊？快啦，超帅啦！那接下来呢，介绍一下另外一位吉他手，
是一样也是联大一年级的，那他不一样，他是化工系的。围城，我啊，加油声太小了，他都害羞了，你看他头发都变红了。对啊，那再一次好不好？再一次好不好？好，然后介绍一下啊，化工系一年级的围城。谢谢谢谢。好，再来，这位是算是号召了我们全部团员的，对，号召人。其实我们应该一开始就想说他就是团长，可是他就一直推辞，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就是我们贝斯手还是啊，你自己讲吧。经管系的，经管系的，对，他叫小雨，对。他都确定他是在哪里？哇，要不要讲一下话？好吧，他害羞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又找一位新的 keyboard 手，然后他跟我是同班，就是土木系二年级的脑包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让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 bass 手自己挑的，然后他说他想自己介绍一下这首歌。我觉得非常好听啊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会喜欢啊，就这样而已吗？哎，什么团啊？啊，让我来自感谢的哦，没错，日本乐团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什么歌啊 ？Cases 的。好，那就是 Cases。
啦啦啦。